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ason， 今天要来介绍平证五星的最后一星董子恩，姓名董子恩，身高182公分，体重72公斤，出生日期2003年2月28日，18岁，守备位置一垒手、三垒手，投打习惯右投右打，出生地点宜兰县，从小受到家人影响开始打棒球。顺带一提，他的哥哥是来自乐天桃园的董子浩，国小就读三星国小，在南洋杯拿下打击奖第一名和投手奖，在104年贺宝福杯拿下最有价值球员，帮助宜兰县拿下第一名。国中就读二重国中，在2016年台中市新世代杯拿下打击奖第二名和投手奖，帮助二重国中拿下冠军，在第四届老师串杯拿下打击奖第一名，帮助二重国中拿下第一名。高中升上平镇高中，2019年屏东长华杯以7分打点拿下打点奖，帮助平镇高中以2-1战胜宿敌古堡，在第七届黑豹旗以10分打点拿下打点奖和最佳十人指定打击，在关键赛第一个打席就击出游击高弹跳球，形成了一支安打，帮助平镇拿下第一分。第二个打席掌握高球击出安打，中场以3-1获胜，拿下冠军。在108学年度高中木棒联赛拿下最佳十人指定打击，在关键战先发担任第三棒一垒手，第一个打席就击出安打，第二个打席也击出安打，第三个打席也是安打，最终以8-1击败古堡。在109年玉山杯拿下最佳十人一垒手。讲完他的生涯，现在要讲他的打击类型。在 U12 世界杯担任队长的他，原本在高中以前是二刀流，到高中后专心在野手上，经过高一和高二的磨练后，董子恩打击是越来越稳定，他对球的掌握性也变好，击球点的位置不会落差太大，但身材有点瘦，希望他可以练壮点，也希望他有个好的顺位进入中职，也能打出好表现。到此平证五星介绍完毕，接着就让我们来看董子恩他的表现吧。相信失败只是累积，因为成功需要练习。早晨的镜子里，慢慢调整呼吸，这一次一定可以，出发吧，拿下胜利，睁大你的眼，好戏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按喜欢，想看更多可以按订阅哦，别忘记开启小铃铛，才能收到我频道的最新通知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